Hello，Hello。喂，趙博士，早晨啊！呢度係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打嚟嘅，我叫 June 啊。今日 June。咧，Ken Ken 佢哋唔得閒，所以等陣直播咧，我會同你一齊做噶。哦，係你啊，June。好頭啦，先之前咧，Cindy 仲同我講話係佢同我做添。係啊，佢突然之間有啲事，所以行唔開，所以等陣我同你做直播。咁等哦。陣我入到直播室再 call 你啊。好啊，好啊，大概幾點鐘到啊？大概都係平時嗰個時間咯。即係應該仲有10分鐘內嘅咯，佢就 message 我話係12分鐘嘅，係咪一節過啊？係。OK，咁啊簡單啦。咁跟住咧，我同你打個底先。今日會講開就係上個禮拜講緊，即係有啲人會咬啲牙齒不寧啦，咁就整親啲牙。咁啊，今日就會講口水乾啊。係啦，口水乾，而口水乾咧更加咬牙齒不寧或食酸嘢咧。就比較厲害，比較影響個口。咁而點解會口水乾呢？人老咧個口就會乾噶啦。不過當然你做電台嗰啲咧，我哋第一次見面即係傾偈啫。咁啊，你通常咧做電台嗰啲啲口水就唔乾嘅，係咪？係咪？可以講到嘢，可以傾到偈啊。咁但係口水乾咧，其實有啲人咧係因為佢瞓覺嗰時咧，要擘大個口瞓覺啊，就自然會乾啦。咁而口水乾好易會蛀牙嘅，蛀牙機會又會大咗，仲有就係點解臨瞓覺之前刷完牙，起身個口咁嘅味嘅咧？呢啲咧就同個口咧個口腔同埋個口本身咧，如果係擘大個口咧，嗰啲菌咧就會更加犀利噶啦。好，咁我入去準備下先入去直播室，我等陣好好俾你。好，一陣打，一陣再傾，拜拜，唔使，拜拜。好啦，咁啊啱曬啦，咁而家咧就係、是、今日咧，我哋就講呢個口水乾呢個問題啦。頭先我啱都 post 咗上 Facebook 噶啦，咁我哋已經預咗啲時間，因為本身我諗住，唉，Cindy 咁耐冇同佢做過咧，可能佢會早打嚟，真係早打嚟，不過變咗唔係佢啊，好多呢啲情況會發生嘅，當你喺呢個行業裏邊。咁啊，不如我哋慢慢講起啦。就係、是、有啲乜嘢會令到口乾啦？譬如食太甜啊，食太鹹啊，食好辣嘅嘢咧，係其中一個 data set 關於會令到酸甜辣或者鹹咧，都係會搞到咧。如果有口乾咧，就會係更加大問題嘅。雖然佢未必會話食辣會搞頓口乾，因為你聞到辣嘢咧，你都會多咗口水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本身已經有口乾噶啦，咁或者咧，甚至係夜晚瞓覺睡眠啊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可能睡眠嗰個會睡眠窒息啊，或者睡眠嗰個情況咧有少少出入譬如傷風感冒啊嗰啲嘢。或者係鼻塞咧，咁就好易會擘大個口噶啦。擘大咗個口，咁如果嗰啲益生菌又失去咗平衡，因為咁啱可能哇嗰段時間病咗，又食多咗啲抗生素啊，或者食咗某啲嘢咧，咁就好易影響咗嗰個叫做 normal flora。咁咧就口乾咧，再加食辣嘢，口乾再加食鹹嘢。口乾再加食甜嘢，或者甚至酸嘢咧，酸嘢特別啊！我哋早幾集都係講緊食酸嘢嗰個最大問題，影響嗰啲牙嗰個 enamel 個質素。咁口水究竟有啲咩用途啊？所以頭先就講啦，避免嗰幾樣嘢。咁啊，口水有啲咩用途？口水係幫我哋咧食咗啲嘢落去咧，係等我哋可以消化咗嗰啲物料。當然我哋會咬，同埋我哋會吞落肚。我個胃裏邊個胃亦都會處理佢，但口水係其中之一好重要嘅嘢，就係、是、幫我哋叫做 break down 啲食物，等佢開始解開佢。咁而咧喺嗰個過程，如果唔夠口水或者啲口水咧係少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會搞到會有蛀牙亦都會多咗機會有喉嚨痛啊。咁你話除咗頭先我話嗰啲酸性嘅嘢，譬如檸檬啊嗰啲，梗係大家都明白酸噶啦。
但係早幾集我哋就講起咖啡啊、汽水啊，啊再加埋係甜又有叫做以前嘅叫做荷蘭水啦，即係有啲啊有啲氣喺裏邊嘅，有氣喺裏邊嘅水咧就係酸性嘅，橙汁都係噶，仲有就係 grapefruit 都係嘅。咁呢啲咧就係西柚汁都係嘅。咁呢個就會令到我哋好多時候就會喉嚨唔舒服啦。仲有漱口水，如果漱口水係有啊叫做酒精喺裏邊嘅咧，有酒嘅份量喺個漱口水咧，亦都會令到啊，如果本身已經係少口水嘅啊，已經係出咗呢一個問題咧，咁就會更加犀利啦，更加緊要啦。咁仲有啲乜嘢會令到口水會少咗咧？就係、是、啊，我哋有呢個叫做 autoimmune disease。即係嗰個身體咧，係會自己打翻自己。咁有啲人咧，嗰、那個 autoimmune 咧係會針對出口水嗰個位置啊。咁呢個就會令到有嗰個 dry mouth 啦。咁啊，另外啦，就係、是、有啲病咧係會又係會針對嘅，就係、是、一啲病毒咧。我哋知道個病毒咧，就係、是、艾滋病。嗰類人會口乾嘅。另外咧就係、是、食一啲食物咧，本身咧係好乾嘅，食塊包啊，食魷魚絲啊，魷魚絲有時因為佢辣辣地嗰種咧，又會可以調翻轉，令到多咗口水。但係基本上擺啲乾嘅嘢落個口裏邊咧，咪會口乾咯。咁所以呢個係食物都好影響嘅。緊張啦。緊張咧會流手汗，有啲人，但係有啲人咧緊張咧係會搞到嗰、那個口水嗰個平衡啊，會影響咗。仲有乜嘢咧？就係、是、鼻鼾聲嘅人，頭先咪話鼻鼾聲咧都係如果個鼻鼾好犀利咧，好多人就會發覺要擘大口嚟呼吸嘅。仲有啲咩情況啊？就係、是、食煙加飲酒咧，都係會令口乾嘅。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咁仲有啲咩人會有口乾啊？除咗神經緊張，除咗擘大個口，就係、是、經過緊一啲叫做化療治嗰種咧，電療同化療咧，好多時候都會搞到個口水嗰度咧影響咗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糖尿啊，或者中過風嘅人啊，都會有口乾嘅。咁但係最後嗰樣嘢咧，就係、是、如果自己本身個口腔失去咗平衡，而有咗黏珠菌喺個口度咧，亦都可以搞到有口乾 dry mouth 呢樣嘅情況。甚至飲咗水都會發覺，哇，梗係個口覺得好乾啊！这个、呢一個咧，嗱我擺咗上 Facebook 就叫做 Xerostomia（Xerostomia） 係無論係飲咗幾多水啊，都硬係覺得口乾啊！口乾個好處咧，就係叫我哋會飲水噶嘛。但係我哋會唔會係除咗息怒，我哋要飲水咧？連飲咗水都覺得好口乾啦，咁咧就要處理一下佢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處理佢咧？就係、是、食一啲香蕉啊，香蕉好好，香蕉係可以令到其中一個 dry mouth 嘅。另外就係、是、如果食緊一啲藥咧，同你個 local 嘅醫生講下再同你牙醫傾下，就話你話我而家口乾，記得同佢講啊。咁啊，有陣時佢哋會睇到就會話呢隻藥咧個副作用係口乾咁就咁佢就會同你揀第二隻咯。咁你呢個係你唔出聲咧，咁佢哋會繼續有啲一個問題啦。咁有啲咩藥大概咯，我唔想逐隻藥講，因為阿尊可能就快打嚟噶啦，已經2:26啦。就係、是、神經緊張嘅藥控制，抑鬱藥又會有。咁亦都有啲藥咧係叫做 anticholinergic。就是會令到你譬如呢如果小便有些東西要處理或者膀胱那裡
成日 overactive， 咁要用啦，咁啊，咁嗰只咧就會令你收縮時候會收縮埋，影響埋啲口水嘅。啊，另外就 antihistamine 啦，即係啲啊花粉啊有花粉啊或者有敏感嘅人咧要食嘅嘢 ，decongestant 啊鼻塞啊喉嚨痛啊，好多時候嗰啲咧都會有會影響啊到有個副作用，就係會有呢個 dry mouth 嘅，有啲止痛藥都會嘅。同埋某啲咧係對啊高血壓啊啊又係會嘅，咁所以如果你唔問咧，咁啊唔講出嚟咧，好重要啊講出嚟好，如果唔係大家唔知啊嘛，咁點解要同牙醫講啊？因為啊嗰、那個蛀牙啊嗰、那個仲有啲牙肉咧有事咧，同埋好多其他嘢，如果你咁啱磨埋牙又食埋酸嘢，咁就會影響嗰個啲牙個質素，日子內會影響個質素，可以好快添啊，唔係好慢嘅嘢，因為睇你食緊啲咩。如果日日諗檸水啊、熱檸水啊、檸茶嗰啲咧啊，咁然後再加嚿蛋糕咧，咁就可以好犀利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要啊同佢講開呢件事，就係 xerostomia 就呢、這個成日覺得個口乾嘅啊，咁咧就啊啊記得傾啦。咁啊，有啲乜嘢其他口乾之後會點咧？除啲牙唔好咧，講嘢講得唔耐，講嘢咧啊講耐咗會點咧？喉嚨痛啊，仲有咧就係成日成個口有陣味，覺得有陣味，當然就會口乾有咩問題咧，就會口渴啦，係咪？但係另外咧，就係嘴唇有多咗爆擦，條脷咧有陣時會生飛脂，個口會有飛脂。仲有就係食嘢咧，啊，如果長期係口乾咧，都會覺得人哋食到嚇食到咁嘅味道啊，你會覺得唔係啊，我食唔出係咁樣，你個味覺會冇咁好。咁啊，仲有乜嘢咧？就係上年紀嘅人就會好多時候口乾啦，因為日子人老化咧，就會係有口乾呢個跡象嘅，唔一定係食藥啊，或者食煙啊咁樣，正係自然老化都會噶。咁我哋有啲嘢咧，上咗年紀就要戴嘅，就叫 denture 啦，就係副假牙啦。咁你如果有口乾咧，就對於戴假牙又會有啲問題嘅，佢會有啲變動啦。咁如果口乾咧，會有啲其他咩咧，就會影響到咧。除咗蛀牙，大家都唔想啦。啊，咁但係仲有原來會影響到嗰塊面嘅皮膚，同埋對眼咧都可以眼乾嘅，眼耳口鼻都係附近個位置啦。咁除咗哇啲皮膚乾咧會點咧？有啲人咧就會有 skin rashing 咧就係、是、嗰、那個地方紅起咗，咁啊仲有喎，仲有一個 data set 咧，就講緊話有好多人咧，當佢有咗口乾咧，佢仲會有呢、這個叫做joint pain 啲關節痛啊，又有咩關係咧？原來口乾搞到有好多炎症嘅，而嗰啲炎症咧啊喺嗰啲細胞裏邊嗰種叫做 inflammation 係 cellular inflammation 咧，可以影響到去到啲關節啊！而家專打嚟，睇下可唔可以駁過嚟，駁唔到我就要熄咗呢個，然後咧再播翻。佢啱啱打嚟，收咗線添，希望佢再撥翻過嚟啦。如果佢撥翻過嚟就冇事啦。仲等緊，打緊嚟啦。Hello。喂，趙博士，仲有幾個廣告，一兩分鐘到我哋。好 ，OK。好，唔使。婚宴服务计划减轻家人压力及财务负担，现正推出全新永生园火化花园，有多款纪念。仲有嗰啲人咧，就话咧，我哋佢听我讲嘢唔够大声。嗱，我呢度咧就教到八分噶啦，我试下教佢去到九分啦。我好惊，因为即是自己把聲音那麼大聲做什麼呢？如果我一陣間在廣告方面教到它高一點，那會怎樣呢？我現在試一試。
行仲堅期都而家係7分，婚姻仲有金融行為，跟住而家係8分，婚一日來回，為咗大家參觀觀廟，冚冰順道遊覽加冕道動物園，最適合全家老少新春出遊。所以因為咗試下呢樣嘢啦，我就教到佢嗱，我呢度 keep 住9分，我平時7分到嘅啫。咁大家就話翻俾我知。啊，唔係喎，今次我9分好啲喎，唔係太大聲喎。然後 Cindy 啊、何亨啊、今次 June 啊嗰邊咧，我就推到佢上去10分。你話翻俾我知，因為頭先啱開始咧，就未佢哋未曾同我傾偈咧。有啲人就話啊，佢哋嗰邊細聲咗，因為平時電台嗰邊係錄咗噶，喺佢哋錄嗰方面咧，我就細聲啲嘅。嗱，我試下啦，開始咯。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读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各位上午好，欢迎你收听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我是 June 李俊文，这个时间是健康大数据的时间。咁因為咧今日咧阿軒啦、何亨咧係放假嘅，所以咧就由我頂翻呢一個節目。如果各位咧有任何問題想問趙博士嘅話咧，亦都歡迎你咧可以發短信上嚟噶。好啦，呢個時間咧事不宜遲，我哋請趙博士出嚟先。趙博士你好 ，Hello June 你好啊，早晨啊趙博士，早晨，就快新年啦喎。是啊，先祝你，预祝你新年快乐啊，赵博士。你都是啊，新年快乐啊。咁赵博士，今日咧，我哋继续咧翻上个星期咧未讲完嘅话题啦。听讲你今日咧有一啲咧新嘅观点咧，要同各位听众分享、啊。系啊，冇错。今日咧，我就讲你哋最犀利嗰样嘢，就系做电台咧。通常啲人咧、口水咧就多，就绝对够晒噶啦，系咪？可以講好耐嘢，但係有好多人咧，其實係做唔到呢樣嘢，因為佢哋咧有口水乾，個口乾啊，個口水唔夠啊，咁然後咧就會搞到講耐啲咧，都會喉嚨痛或者唔舒服，係嘛？其實我哋都會㗎，係咪啊？會係咪啊？所以講嘢咧，有啲人就話係好講技術嘅，但係其實有個 data set 喺醫學裏邊咧會睇到咧，就係話有啲人咧。講講下以前講到嘢咧，上年紀咧就開始咧唔可以講太多嘢。咁啊，點解會咁咧？就因為有隻情況啦，叫做 xerostomia，X-E-R-O， 好似 zero 咁 ，zero 就 e-z 就 z-e-r-o 啦，佢就 x-e-r-o， 跟住 stomia，S-T-O-M-I-A， 飲幾多水咧都覺得口乾嘅。系啦，咁點算咧？點算啊？嗱，首先我哋知道係乜嘢嚟嘅先啦。嗱，首先佢咧就會慢慢咧就係會咧嗰啲口水出口水嘅地方咧就慢慢咧會冇口水出嚟啦。另外咧就有乜問題啊？口水乾咪口水乾咯，啲牙咧就開始會蛀得密啲，啲牙肉又會開始爛得快啲。仲有咧就係、是、有幾多人有呢個問題啊？5個裏面有1個係咁嘅。哇，咁好多人有呢個問題喎、啊。係啊，口乾係好多人有。係咪淨係年紀大嘅人，定係正常中年啊、後生都有啊？趙博士。嗱、有啲人咧就因為口水乾咧係一個好有用嘅反應嚟嘅。譬如如果你話你口水唔乾啦，你會發覺唔使飲水係咪啊？你係口水乾先會話要飲啖水啊，係咪？咁所以呢個係。是一个很好的反应来的，是个个人都有的，不过个反应如果出了问题，5个里面有1个呢，中年人啊上年纪的人呢就会有些问题出现了。那几时会不知道口干呢？就是当个小朋友考紧试的时候很集中，发觉呢不单止不用喝水，原来发觉呢是不用呼吸添。是咪？佢发觉好似有时都晕晕地，考紧 DSE 啊，或者放榜啊嗰啲，好多人就会好集中啦。咁另外咧，就系 xerostomia 亦都系有啲人咧精神紧张嘅时候会，哇睇住啲股票啊，睇住跑马，发觉冇呼吸到，
发觉咧冇饮到水添，亦都可以系咁嘅。所以你话几多人可以有啲嘅迹象？但系有啲人咧，就系佢已经唔使做呢啲嘢啦。发觉咧，刷完牙去瞓觉啊，醒咗之后个口咁臭嘅，咁原来咧佢哋系系瞓觉嘅时候擘大咗个口啊。系。咁有鼻寒鼻塞咁啊，梗系擘大个口啊，要呼吸啊嘛。咁咧就会引致到咧少咗口水，又有呢个问题咯。咁上咗年纪，点解有咁多情形会出事呢？就系因为第一就系佢有啲西药咧，系会影响到咧，会影响到咧会口干嘅。系。系啦，咁所以最紧要系有咩方法呢？就系同你个牙医同埋你个医生去倾呢件事。如果你发现你成日口干嘅话，系啦。如果你唔出声咧，咁嗰只西药，万一嗰只西药系有副作用，其中个副作用就是口干啦，而你有啦，咁你觉得唔需要听，或者听到今日嗰个节目啊，嗰啲人听到，你同翻佢讲，起码佢知，佢唔知咪继续用嗰只药咯，系咪？咁啊，点解咁重要啊？因为会影响到嗱，除咗咧嗰啲牙咧，仲会有多咗飞脂喺条脷度噶。口干的时候多了飞脂的口度、口也有臭味啦。还有就是多了喉咙痛，喉咙痛有什么问题？喉咙痛呢就会多了变成了成日喉咙痛，就很多菌在喉咙里，就引致到病埋，就是由口水干那里开始的。其实真的这个问题的发生的几率都很大。首先你有可能是药物副作用，也有可能是你睡觉的时候鼻塞啊，姿势不对，又有可能是你精神太紧张，很多东西都会导致口水干。还有就是化疗和电疗、特别在头和颈那些癌症呢，他们都是有这个迹象。糖尿病的人也都有些口干的情形的。是如果呢是如果你说是药物的话，就可以问自己的医生啊、可不可以换一只药。如果是睡觉啊那些都打鼻寒打了很多年啊，或者都是习惯用口呼吸了，那怎么算呢？好在有一个方法。其实很多人听开这些节目呢都会想起就说、其实吃香蕉呢，香蕉其实是 很保湿的东西，同一时间它令到口干呢减低的。另外呢就想再高一个 step 呢，就是去做一些自己整一些叫苹果胶。吃苹果都会令到你多了水分，你一定要想苹果呢，你想起一咬下去那种新鲜感呢，你现在的口水都多了。是就是一些麻辣啊。麻辣呢，你想起麻辣，哇，口水食好像多緊了嘛。所以只是想呢都可以。所以我们新年要想开心的，因为有新一年啦，是不是？我们想呢可以想到自己的口没那么干的。哦。也都可以吃一些东西令到它，你想什么，你一喝下去呢都会口水呢会多的。苹果胶呢就会做到这个效果了。系啦，仲可以自己做添，系啦。系好多听众都问苹果胶，咁系咪赵博士之前咧都有喺我哋节目嗰度介绍过？有。其实基本上系攞紧啲苹果咧，好多苹果咧，跟住然之后咧啊滚起佢，即系当然有啲步骤，就系去咗啲中间啲核啊，又要去咗啲皮啊，咁样咁就会即系干净企理啦。但系如果你话需唔需要去咗啲皮咧，唔需要嘅。需唔需要去咗啲核咧，绝对需要嘅。所以個心咧就要切走，啲皮唔一定啊，呢個係好個人噶。有啲皮咧喺裏邊都冇所謂，因為你如果用翻啲渣嚟做蘋果批啊嗰啲嘢咧，你 keep 住啲皮都唔緊要嘅，有多啲口感啊嘛。咁啊好啦，你切開咗啲蘋果，咁切幾細嚿啊？睇你似乎個煲同埋咁應唔應該打碎曬啲蘋果？千祈唔好，因為打碎咧就影響咗佢個製造個過程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小嘅步驟啦，好多人中意問嘅。可以讲好耐嘅，但系我哋今日就唔好讲咁耐呢啲啦。我净系可以讲俾你听，就话口水干咧系有得处理，同埋咧越尽快处理佢咧。嗱，如果个口已经干咗咧，就要避免食酸嘢，
避免食辣嘢，避免食乾嘢。嗱，口水已經乾啦，仲食啲乾嘢落去，即係譬如食塊包，乜都冇搽嘅，咁啊，梗係乾啦，乾上加乾啦。食甜嘢，呢啲呢四樣嘢，酸、辣、乾同埋甜咧，要避免。仲有即係反係啦，係啦，避免飲咖啡啦，寧願飲啲茶類嘅咧，係嗰個 pH 高啲嘅咧，譬如啲嗰啲叫 barley tea 咧，咁佢就個 pH 會鹼性啲啦。如果整咖啡嚟飲咧，就記得落埋啲蛋殼落裏邊，呢個係其中一個係啦。蛋殼咧係有叫做 calcium carbonate 咧，係會令到啲嗰啲咖啡冇咁酸嘅。你話哇好煩啊，不如我就咁買咖啡豆，邊一種啊？買啲咖啡豆係冇 roast 咁耐嘅，即係越係 roast 得耐啲就越係酸啲嘅。哦，係啦。避免齋啡，如果飲咖啡落啲少少奶落去咧，就冇咁犀利嘅。有好多啲嘢，不過當然你話嚇、啊，我想好講究嘅，擺啲蛋殼落去，當你整咖啡嘅時候咧，就係會幫到嗰個 pH 好啲嘅。另外就係刷牙，買啲牙膏啦，要係 pH 鹼性嘅。咁你可以買啲 pH paper 嚟 test 下。另外就我幾時應該？注意個口啦，你又可以攞啲同一啲 pH paper 擺喺啲口水度啦，睇哇好酸喎、啊，去刷牙。咁但係你要睇下你嗰隻牙膏係咪鹼性，咁可以 cancel 到佢。而幾時要刷牙？記得食完嘢唔好即刻刷，要等半個鐘頭先至刷。如果唔係，當你食咗有酸嘢咧，刷咧就會刷走咗嗰個叫做即係傷害咗個 enamel， 即係包住牙嗰種，係啦。冇錯啊！好，唔該曬趙博士。咁我哋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呢個時間咧，預祝趙博士同埋各位聽我哋節目嘅朋友新年快樂。咁我哋2024年再見。2024再見，拜拜。拜拜，唔該曬趙博士。唔使，新年快樂，拜拜。有冇諗過俾自己睇起嚟更年輕、更有光彩 ？Try Daily Facial 幫到你，經 FDA 批准嘅一項新專利技術 Opus Plasma， 利用無線電波刺激新膠原蛋白嘅形成，令皮膚恢復活力，恢復昔日光彩，減少皺紋、去斑、縮小毛孔、美白、緊膚、減少下垂。Opus Plasma 治療效果顯著，安全，治療恢復時間短。長城國預約請電925-406-2554 925-406-2554。你是否在醫療計劃開放期尋找健康保險？如果是，你有選擇，安心藍十字可以幫助你找到個人和家庭健康計劃，有些計劃月費甚至可以低至零，確信你擁有應得的健康保險。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周一至周五早上9-5，致電415-987-8628，聯絡註冊保險顧問趙世文。政策排除和限制適用。 Anthem Blue Cross 是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的商標名稱。三藩市車房門服務荃灣區，有15年專業經驗，專門安裝維修各類新舊。啊，咁樣咧就應該係完成咗啦。咁我哋就記得啦，就係、是、可以去控制嘅嗰、那個口乾嗰個問題咧，係可以控制。咁仲有咧，有啲人咧個口水乾個情況咧，係完全係有咗一段時間之後控制得好啦。去到70-80歲啊，都冇口水乾呢個問題。咁另外就係唱歌啦，你知道我做緊一個同聲音嗰個研究有關咧，原來發覺啲人唱歌咧，佢哋會多咗留意自己把聲音啊，去到幾盡嘅時候咧，要停啊。咁佢越係留意到自己呢樣嘢咧，佢越係早咗處理呢個 xerostomia 個開始，譬如。是不是一定要斷了症是有那個病才等於有那個病，還是每個病都有它的開始，每個情況不舒服都有它的 beginning， 那個開始初一步，那譬如整頭白髮的你都要開始是頭那幾條，如果多些留意那樣東西開始變的時候，我們早些處理它，而處理對的。為什麼我說如果口水有少少乾呢，看看自己吃什麼東西，跟下你的牙醫談，也跟下你的你那個 primary 去談一下，那變成了呢大家溝通的就知道，哦是的，我的藥有這個副作用，我私底隻，那就變了，如果你雖然你要經歷一些情況，
身體變化啦，起碼早啲去留意同埋多啲溝通咧，就可以避免，或者可能會唔會減低個份量啊？啊，可能會唔會影響到價？換一隻牌子係唔同嘅，又係一種方法。咁仲有洗幾多次牙咧？啊，當你有啲啲咁嘅問題，可能要洗得密咗嘅喎，因為你而家個情況變咗啊嘛。咁啊，洗得密咗，啊整翻好嘅，咪取翻正常咯。啊，仲有咧就係、是、誒，我頭先話啲生果裏邊咧，蘋果啊、啊香蕉啊，呢啲都對口嘅口水乾好有用。啊，但係咧最緊要就係、是，譬如諗一啲嘢，你記得嗰種食物嘅味道。頭先我用麻辣同阿專傾咧，咁麻辣咧又係會你可以而家試下噶。不是叫你吃辣的，想些辣的呢，那就會很多時候口水會走出來的、啊、希望今次呢就是、啊、我們叫做 wrap up 了，然後何亨、啊、一月的時候回來呢，我們要是就開一個新的 topic， 要是就叫做跟他一起做多個 wrap up 呢、啊、再去談這件事。但是蘋果膠、啊、蘋果醋啊，啊！呢啲咧，蘋果醋嗱、啊，蘋果醋飲落去就唔好。頭先講咗話食酸嘢唔好啊嘛，蘋果膠就唔酸嘅。啊，蘋果醋咧聞就好啦，千祈唔好飲啊！因為如果已經係口水乾或者口水唔夠咧，你最緊要係要顧住個牙，要早咗處理佢，等唔好去到個喉嚨嗰度。咁呢啲就係記得避免酸嘢，避免食辣嘢，避免食乾嘅嘢啊！呢啲係。是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呢你就会变成那个早了处理的问题呢，就早了找到个答案咯。每个人遇到口干刚才讲了这么多情况都可以很不同的，有些是刚刚几个情况一起来的、啊、那就是一件事。有些呢就是刚刚他遇到一些情况失去了个平衡，或者他、啊、伤风感冒多了的，抹大家口睡觉，或者他磨牙的，所以那時候要用著牙套，所以搞到那裡乾了。那些是暫時性的東西，整好了早點處理它，不是一生一世戴著牙套，那就變成了可以處理它。喝咖啡可以改了自己怎樣喝哪種咖啡、啊、或者轉做喝少點咖啡多點茶的。吃開煙的人，煙又是一件事的，吃煙又是會令到口乾的。咁你可以，當你揾到你嗰個叫做根底嘅問題，然後諗下喺處理嗰個範圍咧，有邊一樣嘢可以揀嚟用嘅，咁就爭好遠噶啦！新年快樂！